今天要继续来测试 Olympus 镜头在 Focus Breathing 的表现。现在这颗镜头是 17F1.2， 大家仔细看变化。看边缘哦，哇，抑制的非常好。现在是75F1.8，从最近的对到最远，大家注意画面边缘是否有呼吸效应。几乎完美啊。